如果让你来写结局，你怎么写？我应该不会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会死啊。有多久争论世上，忘了我该是谁，无所谓，感受不到灵魂温热的泪。有多久忘了双眼，忘了我曾是谁，无所谓是人是鬼，习惯冷漠中醉。有个声音尖叫伤悲，狠狠抽我的心，怒骂我的无畏，像场噩梦缠绕我的魔鬼，自命狂追嗜血无罪，在人潮汹涌中孤独呐喊，烈日当空灼烧着我狂躁不安，那个可以就再次跳动的心脏，烈焰烧得我狼狈不这条无处逃亡的路上，我能再次看到你雪花朵绽放，那也曾是我向往的好几万丈，欲望之光幻灭侵略新的希望，我会守着你幻灭前决心的希望。只见长河，故人寥落，而我独行百年。我现在该如何在这人世间自处？